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启动太空军计划，希望最晚在2020年成军。总统蔡英文与秘书长陈菊12号展开9天出访行程，将分进合集，拼全美洲外交。公平会与高通就专利权行使争议案达成和解，联发科表示对结果不能认同。中国 P2P 网贷平台遭遇暴雷潮，中国经济怎么了？今天我们有分析报道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